根老师我就请问一下，对，他退后是这个歌，但是怎么那么像珊瑚海？杰伦是不是已经到了创作瓶颈？和弦差不多，和弦差不多，对，和弦差不多，他已经变不出不一样的。Maybe 你这等于是借刀杀人。喂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总监在这里。哎，周杰伦的音乐总监，这压力很大。没答对，这压力很大。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退后，哎，风，哎。转身离开，这不是最后吧？是这一首吗？你那个是珊瑚海。哦，正确答案。退后。总监。阿根老师，我就请问一下哈。对。但退后是这个歌，但是怎么那么像珊瑚海？杰伦是不是已经到了创作瓶颈？和弦差不多。和弦差不多。对，和弦差不多。他已经变不出不一样的。Maybe。你这等于是借刀杀人。没有，刚才我跟老师在讨论说是哪一首歌，我写风，他也说啊对，但我写错了，他就帮我改。啊，风怎么唱？忘记了，刚刚我以为是刚才那一首。哦，对啊，小白老师，杰伦的歌喜欢吗？还可以。访问到了一个瓶颈，很难得有这种状况。那不然来唱歌好了。我们唱歌了，看这些考英文嘛，考 English 瓶颈的英文 How to say 瓶颈？瓶颈。Bottle, yeah. The neck, yeah. Bottle neck, 对，瓶嘛，瓶颈嘛，对呀。Bottle 的，真的是造粉 bottle neck， 是吗？那水母的英文，水母的英文 ，Water mother, yeah, mother。你懂我 ，Jellyfish, 他懂我 ，Jellyfish, mother。我考他，日本人，我最喜欢考日本英文超烂的，那个杨桃，哇，杨桃。你去想想它的形状，直接翻译，直翻。Sheep 啊 ？Sheep 毛毛。哦哦哦。Sheep 毛毛。Sheep 毛毛。羊桃什么？哦，不是，你要想它的形状。形状。Triangle。像不像一个 star？ 什么 ？Star fruit。Star fruit。直接讲就会了。Star fruit。来，考你们，莲雾的英文。莲雾。Good job。莲雾是啥？莲雾叫做 Jingle Bell Fruit， 像一个铃，对，它就像个 Jingle Bell。确定 Jingle Bell Fruit， 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嘛？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嘛？现场投以怀疑的眼光，放羊的孩子，真的不是啦？查一下。啊，你看，我跟你讲 ，Wax Apple， 你那可能是术语。来打电话给 Sandy。然后打英文老师，真的啦，相信我啦，黑啦，金狗贝尔，那个应该是在字典上面没有的啦，对啦，但是他们是对，很习惯的，很口语的那种啦。好了好了，过，好，我们相信你。最后一个，还有，好吧，阿根老师，还有了，阿根，榴莲，对，就是很音很像啊， durian， 好 ，smell like， 好，那我给你三个选项，一。Duringness， 二 ，during， 三 ，during now more。这个太白痴了啦！太白痴了啦！这个我们太你根本就是故意要讲，没有，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很穷啊，太白痴。爸爸会去采榴莲。为什么铺这个梗好辛苦？然后妈妈在旁边，妈妈就会在那里卖。榴莲，那也在美军空军基地嘛，那飞行员都来跟他们买那个。Hello， 哎呀，那个要 buy some durian，Thank you durian no more。这个是假故事大王。喂，假故事大王。哇，好爽啊！如果每一年都没有金钟奖，那多好。对。